你要跟高端人士打交道，虽然咱们现在公司规模不大，那也得做出大公司的样子来。都一把年纪了，看破几道红尘了都啊！这面子的事儿没有，记不记得？这面子的事儿没不，这面子当务之急是搬进高档的写字楼。车的事儿很容易解决，这么多叫车软件，什么档次的车都有，很方便，服务又好。非要买车吗？明年买不行吗？那我今天买车，明年搬家不行吗？不是，为什么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啊？那这事儿我就是不想迁就你。不是你在这儿干一年，和在高档的中央，出去。他们要把车开出去了，你要出去谈事怎么办？我要出去怎么办？所以车现在才是当务之急啊。他算毒，毒狼够不上，他不伤人。毒狼的样子是比喻，不是吃人的意思。又忘走了，干嘛？干嘛？什么事都得听你的，那这件事我就是不想迁就你。你在这儿干一年，和在高档的中央商务区干一年，利润能一样吗？你到时候想卖车买几辆都行。搬进高档的写字楼，你在这儿干一年，和在中央商务区干一年，利润能一样吗？是这个词吗？不是。一把年纪了，红尘都破了几道了，是吗？哦，看破了就看破了几。这世界很酷。